本集节目感谢金尼蛋糕赞助播出。金尼蛋糕可为您制作客制化的祭祀点心糕饼，像是 Q 版的神佛彩绘大饼，或是字体版的祝寿大饼，各种图样都能为您客制化。订购大饼也会附赠脚架，大型摆宴排起来气派又好看，自家祝寿也相当的方便哦。还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的甜点神佛马卡龙，拜拜用神明的马卡龙也能分给大家吃平安。还有彩绘神尊祝寿酒瓶，都是用58高粱酒制作，也可以完全客制化神明蛋糕及点心。除了拜拜祭祀糕饼，也有各类生日蛋糕及西点面包。三月初三熊帝宫的圣诞就快到了，这次就能在家轻松摆宴祝寿。全省宅配服务，订购取货超便利，也可以到实体店面参观购买哦。沉淀一下哦，一开场就他今天是那个高雄那个鸟松这边那个座不太念灵山宫哦，灵山宫被李富贵安遮，然后今天有三台镇是高雄哦，等一下会排场，然后坡斗三宫要开庙房哦，这令我非常的期待啊。哦，沉淀一下，好，明月啊，我没想到我们不是妹子也有饮料可以喝，肚子搞大都是这样害的。明月哦，明月，好。三公来了，哦，好了，三公要起来了，怎么这么突然？
生意金咩？曾经伊牛林遐咧上班，啊，曾经嘛伊嘛较会搞，啊是，哎呀，啊是得主伊嘛甲带曾经过去钓。好呀。好是，三只双讲，八只双，八只双。准备啊！备啊！准备备起备啊！这鬼啊！你呀，什么鬼哟？是是，现在鬼变这啊！是是呀，帅呀！是千千万万呀，忙好闲呢！是，那等下开庙门啊，等都快闭一下。好，来，我跟各位说一下。长官有交代，等下开庙门的时候，请大家回避。谢谢。等一下，小朋友跟怀孕的都闪开。不是。嘘。哦。我不懂，慢慢来。你弄坏票，你弄坏票。来嘛，下毛，下毛，下毛，下下。点点点，一个一个，嘟哔嘟哔。他不要了。一个一个。你懂呀？点呀，点呀。不是要边笑，他说点嘛点嘛，然后一群人说下嘛下嘛。来，他是好。不要！我过来看。嘿，嘿。现场你看大家都超配合的，现在那边所有人头都向着那一边。然后刚刚讲说18岁以下，或者是孕妇，或者是时运低的，哦，就尽量就是全程都不要看。加速啊！加速！
福利时间。煎熬，水平唔通去，海边水平，海水宽哦，海边拢袂当去，咁好啊，好不好？嗯，来，快一点，来，快一点，来后面一点。如有一个再闲呀，我只几点啊？我哥以为上公交个几点去？好。哦，这位啊，
咸啉哦，就咸啉过。哦，烫海呢？烫海哦。哎，拍谁？我刚刚不小心把这位机身的酒撞倒了，结果他没有破哎。要跟你讲，拍谁？我看到跟你酒弄掉啦。啊，我去。拍谁？拍谁哦？我发现好辛苦。跟你讲，拍谁？不好意思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下班了，但是我们下班总是要做个结尾，啊，这个结尾要够气势，下班。